乔一成，你一直在做，而且做得很好，我相信你会做得越来越好的。还记得那次机器人大赛吗？如果没有你啊，我可能真的退出了。这么多年，这么多的坎儿过去了，我相信这一次你也一定可以。谢谢你陪我找回深埋的梦想。放心，我会坚持的，哪怕它埋得再深再久远，我都会找到它。我会陪你一起的。怎么样，回血了没有啊？满血复活。走吧。等会儿，我的许愿瓶打开了，你的还没有啊？我的不重要。为什么不重要？你有问题，快给我看看，上面写的是什么？没写什么。你要是不告诉我，我会用杀手锏了。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。好好，等一下，给你。我看看到底写的是什么。我，林夕，要去联合国，站在世界的舞台上，还想和萧一成永远在一起。你要求很多嘛。行了，要求就是多啊！我这么努力，就是为了让自己越来越好。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因为我跟你想的一样，梦想和你，我都有。都是你的。那我看你进去。你帮我拿一下。怎么了？完蛋了。我竟出门太着急了，忘拿钥匙了。你这个点儿，李奶奶睡了吧？李奶奶今天去乡野度假村去聚会不回来。啊，要不晚上住我那儿？想对我做什么？没带钥匙是你行吗？你是不是早就对我图谋不轨了啊？没带钥匙？对啊对啊，早就图谋不轨了。走吧。三公主，啊。